每次用玉米投手的时候，除了这个黄油，我真是不想用它。就说这玉米粒和玉米飞弹，它有啥用呢？而我们的玉米加农炮到了二代之后，就是万年老板凳了，同样毫无建树。如果只保留黄油弹，把玉米粒和玉米飞弹都换成玉米炮，会是怎样一番场景呢？对上各种僵尸，又是啥结果呢？今天咱们就来试试。海鸥僵尸，来再多都没用，这黄油真是天生克星。路障，铁桶，拔刀僵尸免疫黄油，那就难干掉咯。机器黄牛，电磁盾僵尸，前面黄牛被拦截了，后面刚好能穿过去，从而干掉。骑兵僵尸，反而因为玉米粒导致了控制出现缺口。贝壳僵尸，贝壳也是免疫黄油的。龙骨僵尸，全民性僵尸，煤矿僵尸，摩登巨人，近卫巨人，干掉不要太轻松，